Hello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单词，大家来猜一猜是什么呢？好啦，咱们开始吧。B E E B 蜜蜂。B 蜜蜂。小朋友们，学会今天的英语单词了吗？Bee，蜜蜂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